You know, I'm glad you're okay. Gabe said you guys got split up. Yeah, but I run fast. Gym membership. So, what was that monster back there? It was Pedro. The Overseer gave us all some kind of viral injection. The virus triggered in Pedro when he got too scared. I think I've heard of that. A virus that responds to fear. Jesus. We're supposed to be protecting people from viruses, not catching them. Irony sure is a dick. Moira, I don't think you actually met Neil. He's our boss. Neil Fisher. You're Barry Burton's girl, right? Your dad's in the BSAA? Do me a favor, and don't put Barry and me in the same sentence, sir. 第三个卡夫卡话。 What is this? 你们还记得那个开头动画不是有一个人独自留下来面对所有的僵尸吗？就是这货啊，你有废血，他还活着哎！天哪！而且你看一下他手环，他手环居然还是绿色的哎！面对那种情况，居然还可以处变不惊，还能够维持绿色的手环。 这代表他是平常心来面对，太强了这个人，这个配角不得了。Pedro said the signal came from high up. That's gotta be it. That tower thing. The overseer might be inside. I say we go find out. Bad idea. We should wait for dawn. By dawn, we might all end up like Pedro. The clock's ticking, Neil. 然后。 第三个圆盘在这里，在那个屋顶上。这边搜刮一下，好像有东西可以捡的样子。没有吗？好像没有。啊！这边出了新怪，这是什么？ 看身体像狗，可是那个头又像猪，又狗又猪的，到底是怎么鬼啊？不要看它穿的轻，好像扑它嘛，是畜生。第四个卡夫卡画在前面。哦，先让我扫一下吧，不然等下忘记。这个狗狗真的很讨厌，你用枪打的话很容易miss，就会掉命中率。所以可以的话，尽量用小刀打。 出风五安呢？卡夫卡是个小说家，这个游戏有些文本可以找到他那个小说的摘录吧，一小段的。别跑了！哎呦，哎呦，好，门都破，门都破，可以走，可以走。 这边又一堆僵尸啊！不过有门阻隔着，进不来，所以别理他们。手环黄色是指什么意思？ 黄色意思就是说受到惊吓。 Neil! Come on! I promise I'll catch up. Just get to that tower! Oh, 这货. Come on, you freaks! Catch me if you can! 哇哈哈，真假？又来一次啊？开头动画的事情又在重演一次吗？哎呦，怎么追进去以后就没动静了？那边明明就是死路啊！你想唬我啊？还有一个人当英雄去啊？ 酒精，正好我们一堆空瓶呢，煮个酒精。这个这一关那个炸药那些啊，尽量都给克莱尔装。来到了一个，这是酒吧吗？又是二重锁。 他们在研发那个新病毒啊，这个实验场每个人每个被实验人都有被注射病毒，然后那个病毒是针对你的恐惧有反应啊。
你越失控，肾上腺素，肾上腺素飙越高，等那个手环颜色变成红色，你就没得救了，你就会被变成僵尸，没礼貌还踩桌子。所以这边活下去的方法就是你要平常心啊，保持自我。一旦你失去控制，你就会被变成僵尸。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娜塔莉啊，那个小萝莉，她明明已经变成红色了，但却没有变成僵尸。可能是她本身就自带抗体啊，还是免疫者之类的。哎呦，前面好多哦，我们蹲着走吧。这边有一个奖章是暗杀三个，这边可以解一下。游戏画面可以调亮一点吗？其实我已经有调亮一点了，再亮的话我觉得会失真啊。哎，没砍到。哦，反正不要逼我开枪哦，不要逼我开枪哦。那个狗狗是无法暗杀的，你一靠近它就一定会发现你。记得收集品，怎么？我有错过什么吗？应该没有吧。红色草药，搭一个蓝色草药吧，这样就变三个了。那我尽量操控莫伊来吧，他有手电筒，看不加清楚。那个是猪，头是猪，身体是狗，我也不懂那是什么怪。哎，娜塔莉亚。It's that girl. Yeah, we saw her in the prison. She has a bracelet. 克莱尔篇跟巴略篇都有娜塔莉亚。If the overseer is trying to scare little kids too, then that is seriously messed up. 但时间隔了半年啊，没有同步。哦，提醒一下而已哦，不要吓我，我还以为我漏掉什么收集品。应该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了。行怪，自爆僵，这僵是有点讨厌。哦，晕了晕了，趁现在。哎呀，爬起来速度太快了吧！反正枪枪。哎呦，旁边什么时候来一只？我看不清楚路啊！先出去，先出去。那旁边那个小怪呢？小怪呢？在后面，在后面。哎，没子弹，还是用小枪好了。被躲过了。打身体好了，刷一下命中率。虽然打头可以一下弄死他，但我需要命中率啊！打空几枪，得补回来。给他失算了，我以为只有那一只诶，没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小怪。
又有酒精可以捡的，哎呦，满了满了。酒精来做一个火焰瓶，现在有两个火焰瓶。嗯，这边有个小手是要娜塔莉亚那边才能够开。开门的机关，应该来不及了。It doesn't stay open long. We're gonna have to be quick to get through. 那个门过一段时间它会自己关上，所以要留一个伙伴在那边。哎呦，烦欸，臭大神，你回来干嘛？你就待在那边干，待在那边就好。你看他回来了，蠢啊，蠢的跟什么一样。就乖乖给我待那边就好了嘛。有了有了，然后用这个箱子把门卡住。这个游戏应该要找点开放合作模式的，不然要一直忍受那个 AI 的低智商。这个自爆怪它那个自爆的范围啊，也可以用来杀那个僵尸，所以可以故意把这个自爆枪引到其他僵尸身边，然后再把它给弄爆。这也是个方法。哎，等一下，我漏了个东西了，现在还会来得及回去捡。我漏了一个卡夫卡画，我想一下，哦，在这附近而已。哦，还好及时回想起来，不然就真的错过了。在这里。What is this？ 第五个。卡不卡画剩下最后一个了，圆盘的话应该还有两个。午安午安，巴勒片会玩哦，等一下这个克莱尔片破了以后就会玩了。哎哎，娜塔莉亚，他带着他的小熊一直在躲我，我们是两个和蔼可亲的姐姐好吗？不要这么怕我们。又有东西可以做啦，做一个炸弹。我还有一个空瓶可以利用，终于有工作台了。扩散的话，我觉得扩散没什么用啊，不装。Where'd she run off to？ 这边的话，先走这里。自爆枪只能够用手电筒弄爆嘛，用枪打它也爆，只是要消耗你一颗子弹。嗯，按了吗？他没有反应，我还以为我没按到哎。电梯下楼啊。哎呦，我干嘛用枪打？可以拿刀砍就好了。怎么没有拿到另外一把散弹枪？我是故意不拿的。另外那一把散弹枪并没有身上这把好，就杀伤力而言啊，我是故意不拿的。
现在散弹枪子弹有点微妙啊，剩八发而已，省着点用吧。那塔莉亚 ，Hey wait！ 啊，又跑掉了。这边有个空瓶，空瓶的话可以拿来做东西。哎，没材料了。那好吧，那就先把空瓶留着。这一关的最后一个圆盘在这里，剩下四个要在巴瑞篇才拿得到。Wait, it's okay. Don't be scared. What's your name? Where are you from? Did that lady put you here? Where are you? Whoa, down, Claire. Let me talk to her. You must be so scared.I know I am. My name's Moira. See? We're like sisters. Everything's okay. 半年前手环就是红色的。What's your friend's name? Lottie. You're both so brave. You're pretty good with kids. Come on. Okay. 哇。真的对小孩很有一套哎，就这样子成功拐掉一只萝莉。You're a brave girl, but this will all be over soon. Listen, there's a bad lady in the tower out there. Once we take her out, we can all leave the island together. 坏阿姨。哎呦，什么声音 ？Moira, did you hear that?Yeah, another one of those walking shit stains. Sorry, I mean butt stains. And you know what we do to butt stains. 有小孩子在旁边啊，讲话不要带这么多脏字，收敛点啊。摸一来，刚刚可以组合一个炸药，一个诱饵瓶，一个诱饵瓶，一个燃烧弹应该就够了。OK。最后一个卡不卡？ What is this? Shh. Oh, shit. Don't listen to him. 这一来就被发现了，这是强制，这很坑。也好啊。趁这个时候刷一下命中率。哎呀，居然没倒！应该掏散弹打。好，我们这边先准备一下。该换子弹都先换一换，再不换就没机会了。好啦，哦哟，好像很近哦。现在后面登一个诱饵弹，然后再补上诱那个燃烧瓶，拿着往他头一直灌。哦哟。爆炸啦！哦，搞定搞定，剩下小怪，有个自爆浆哎，先把自爆浆弄爆，距离有点微妙。哦，你挡住我，弄不到他。睡哦睡哦。别跑！自爆枪，后面有只自爆枪。有障碍物挡住就弄不到他。你妹的，克莱尔在干嘛？哦，被喷了一点屎啊！
刚刚在那个他的爆炸范围的话，就被喷一点死。后面就会变成糊糊的，很讨厌。怎么还这么多小怪啊 ？BOSS 打完应该就不会生怪啦、啊。啊，这应该是最后的。哎、欸，死不见了吗？哎、欸，死被自动清除掉了。死好像用那个酒精加纱布组合出来道具才可以清掉。刚刚应该是。I think we're clear. 身上有道具啊，所以就自动。Let's go get the girl. 自动帮我把死给弄掉。我们要回去接娜塔莉亚。It's safe now. Can you find your way over? 乖，下面安全哦。来来来来，姐姐抱你。上面有草，我就不拿，我不缺草。It's open. Wow, what service? 看一下身上道具哦。That's a really cute bear. Is he your friend? Lottie's a she. The nice man gave her to me. What nice man? The Terra Saver guy. He saved me when I was little. I wonder if anyone from Terra Save didn't get caught.这货倒霉了，因为他手环也变红的。Fuck. Oh my dear little Gregor, come on, that's come on. Cheating. God damn it, come on. Oh, 要异变了。有一只手把娜塔莉亚拐走了。A shame about your friend, but you're tougher than he is. You're not gonna snap.Claire, we lost the girl. 现在才发现啊。哎呦，居然全 S 哎，还是第一次呢。